我想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秘密厨房哦。对啊，哎，你不要看上面的菜单哦，你想要吃什么都可以跟老板说，老板全部都会把它变出来。哦。老板，今天有什么小菜啊？都有啊，看你要点什么。那帮我切300块的小菜，然后里面一定要有猪皮，然后 Q 一点，再2碗干面，2个汤。等一下找我结账。好啊，今天很大手笔耶。今天带朋友来嘛。好，招待一下哈。好。我想，你看起来很常来耶。嗯，这个地方我从小吃到大的哦。嗯，那应该很好吃吧？一定很好吃，相信我。谢谢。这就算了，反正东西是好吃的也没关系。更惨的是后面，还有，有两个疯狂的粉丝跑来找他合照。那加一个点。不好意思，你是演那个沐浴广告的吗？什么？我们现在在约会。啊，我们可不可以跟你合照？可以啊。啊，这样比较好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可以麻烦你帮我拍照吗？哦，好啊。谢谢。来 pose， 来 pose。啊，少女。一二三。哎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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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位置，换位置，换位置。再一个 pose。我的裙子整个湿一大片，他理都不理。哦，没事没事了，后又理不上，在打木头。何止是木头啊，根本就是猪头。立 TV 历史线上影视。